因为弟兄六个呀，嗯，弟兄六个，弟兄六个啊，这弟兄四个就是一个院，嗯，老不得劲，做不下，一天都真的一天，做不下，做不下。你搞箱子，搞柜子，搞床满了，石头都咱自己，这要不淘气儿，这就叫出队里头都脱了。这个后面的五都是你自己来的？啊，我这都是我自己，我这心这样这样的，我不信的。你是一个人来了多长时间把这来好了？这没亏损，两年是两年的感情，两年不装，感情。掌握几条主肯定是，至少是三年。看那石头可不轻吧？那最大的一块石头有多重？哎，不过都五六十斤重，那也没有一定的，他那个有大了它重了，啊，小了它轻一点。五六十斤你自己抱着往上放。年轻人的五六十斤那不是人事儿啊，一百斤他们抱着都不成，嗯，对吧，十斤也能抱的。没过去闲着时间嘛，你妈不成累了。这样累枪，嗯，先累了，那这样三枪，三枪累后累成以后，上午的后枪，啊，后枪累了再累前枪，不是，这是最后，不也不算没有，中间又装三。自己搬着石头来的啊，走走自己搬的，这我没信，我说都不信，我这都是我一个人干。那时候做挣生产队的，挣工资很重要。我是，前上午下午去做干活，对了干活。我中午这热了天，伏了天，我上中午上午我都没听我说。啊，大孩子才是一岁多，不到一岁。我到搁这坐着，嗯，搁塑料坐着，我跟何子垒墙，嗯，咱今年高寿？78了。